这是邓副主席今天下午关于农村政策的讲话记录。小平同志表扬我们了，他真的表扬我们了。是的，你们胜利了。谢谢，谢谢你，谢谢万副总理。社员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同志点了我们生产队的名，旗帜鲜明地支持我们大包干了。小平同志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我们的集体经济，我觉得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你可得当死的，你把头发都藏你那脚。对呀、啊，说实话，真的没有什么责任，就是你的责任。包袱把责任交给农民去经营。农民的积极性吧，考量越来越上。我看，中央的意见，现在就不放手，让农民去选，去试试。我看是，邓小平表态后，有包干到土的，也有包产到户的，还有联产计酬的，再加上你们大包干，形势多种多样，全国都跟着搞起来了吧？说到这些啊，都是实现生产制度的方式，土地还是集体，性质你分别来干。秦总同志，你还真有水平。那你们下部梨园打算怎么办？现在农业副业收成都结余了，吃饭问题啊是解决了。对，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要突破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把农业产品进行再加工。哦，以后城市里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咱们可以搞工厂，搞设备企业，以后城市人想吃什么，咱们就生产什么。好好，那太好了。啊，刘大脚下地了啊！哎，我宣布。别宣布了，我们俩是复婚。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宣布，田志远同志和曹慧同志正式结为夫妻，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啊！谢谢谢谢谢谢。
为了迎接我妈回家，为了你们的复合，高阿姨带着我们准备了一桌酒席，今天我们大家好好的乐呵乐呵。还是我儿子。来，等会儿，天儿。来，天儿，奏乐。拜呀！哎，二位高堂。哎呦，哪有什么高堂啊？哪有高堂？好的呢，没高堂，免了免了，两口子对拜吧。哎，夫妻对拜。好，好，步入洞房。洞房就算了，洞房就算了，天还早，先吃饭。对呀，天好，别捣乱，这不是热闹热闹吗？就急着吃饭。掀盖头，掀盖头啊！好，亲一个，来亲一个，亲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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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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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苹果咬一口，白头偕老永长久。田叔，今儿多喝点吧。回家的感觉真好，我终于回来了。这些年一个人在外边非常的孤独，已经没有了这种温暖。我对不起你，谢谢大家。怎么会？这大喜的日子，说这些干嘛呢？啊，高高兴兴的事儿，来来来。把酒杯都端起来，今儿老夏不在，我就代表老夏祝你们两口子白头偕老，幸福一辈子。来，对，来，干杯，祝贺祝贺。来，曹阿姨，田叔叔，曹阿姨高兴点。妈，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儿，我们公司已经扩大生产了，我们合资搞的航空食品公司就要成立了，到时候邀请您、我爸还有高阿姨一块儿去参加我们的开业仪式，好不好？妈妈一定去。我听说你干了一件大好事儿，这次公司录用的所有的职工都是你们的知青当年的，解决了一个就业的问题。妈妈祝贺你，来，我敬你一杯。妈，这么多年，你还是第一次夸我。儿子，哎呀，这你看，曹阿姨、田儿啊，这大喜的日子嘛，都高兴点是不是？对，田儿。啊！我也恭喜你这美好的第一次。哎，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刚出生的时候表扬过他，说这孩子长得还挺漂亮。不过这话说回来了，曹阿姨，您看啊，我们打小在这胡同里长大，这么多年，我也很少听见您当着面夸田园。来，请让我再次取起杯中的美酒，我祝一下田叔叔、曹阿姨，你们幸福美满，新婚快乐。同时呢。也祝田园你的事业蒸蒸日上啊！谢谢，来，来，干杯，来，好，
一声。老夏从广州打电话来说，祝贺你们俩复婚了。老夏真是忙得很，特区开发离不开他。等他来电话告诉他，我等他回来，我们哥俩好好喝两顿。好啊。哎，我发现啊，现在大家真是忙人，经常这个小院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好了。你现在回来，没事儿，咱俩也可以唠一唠啊。好呀，忙啊，说明大家有事情做。国家现在形势越来越好，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好。国家命运决定了家庭命运。你看我和老曹能再次走到一起，也是沾了国家的光。是啊是啊，哎，别站着了，哎，坐着一边吃一边说。好，哎，你坐吧，你坐吧，我外面还有很多事儿，忙着呢。快聊啊。辛苦你，高医生。不辛苦。这个家要是缺个女人的话，不像个家。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喂，找哪位？等一下，找你的。找我？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咱们俩复婚，谁不知道？喂，哎，我是曹慧，有什么事儿吗？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准备，明天一早去报到。嗯，好，再见。中央决定抽调我参加历史决议起草组，明天一早去玉泉山报到。明天一早。老曹，我支持你。你肩负的使命很重，这是个光荣任务。等你回来，咱们俩再好好过日子。老天，谢谢你这样支持理解我。
耍，你们可以耍，可以耍够。哈哈哈哈哈！连个梦。Roberto, how are you? Lady Orana, my great lady journalist, we're planning to do a series of books on world leaders. Who do you plan to interview? Well, you know, not many can receive my interview, but I do have one person in mind. Brilliant. Who is it?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I have already sent my interview request to China. Oh, to China, a land of oriental mystery. A socialist country. Will their leaders really allow you to interview them? I'm not sure, but I do have high hopes. You know, President Pertini, he agreed to help. Who is it that you plan to interview? Deng Xiaoping? Of course it will be him. He's leading China through a revolution. It's true that he's leading China in the post-Mao era. He has already claimed the name of Li Xiaochu, who was a great opponent of Mao's. What does this mean? Is China moving away from Mao's ideologies? That is exactly what I want to find out. And President Pertini, he is also curious about this. You know, Pertini, he is planning on visiting China soon. Our Prime Minister is studying Chinese developments. We face a great battle with the Chinese at the moment over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Bene, bene, Roberto. Wish me luck.秀才啊，今天天气很好，海水的温度也合适，啊，这样，你下海，啊，好得很。小平同志，这历史决议搞不出来，我寝食难安呐。压力呀，肯定是有，但是办法总会找得到。 你呀，我放你一个小时的假，下海，我们边游泳呢，边谈，怎么样？想拉我下水啊？您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哼。
好好好，有啥子事你说。李维汉同志转来了几张巴西会议纪念馆的照片。哦，好看，我看。这个会场是根据部分历史资料陈设布置的，纪念馆的朋友们拿不准，不知道是不是符合当时历史的原貌，请您看一下，提提意见。差不多，就是当时啊，没有这么规矩。李维汉同志也说了，没有这么整齐。嗯哼。делали множество ошибок. 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和纠正中共中央职能机关的严重错误。А также надо разработать новые методы ведения политики. 并制定新的政策和路线。就是邓小平吧？是的。我经常听恩来同志提起你。我和恩来兄是旅法的战友。好，辛苦了。好，辛苦了。文志先生，来，让我来送送你。哎，没得关系。听你口音是四川人吧？对头，我是四川广安人。我以前读过润之先生主办的《湘江评论》，你写的创刊语真是振聋发聩啊！哎，我尤其记得这段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世人不要怕，军阀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但是现在还要加量的困难不要怕，杀脑壳不要怕。对，说得好，任志雄。我在想，当下国民党背叛革命，我党所遇之形势，它虽是艰难，但是越是在这种困境之下，越是要有不怕杀头、不怕失败的勇气啊！要知道，工农革命的潮流是什么力量，你都阻止不了的。我们不怕白色恐怖。现在形势虽然恶劣，但是工农要革命，接近工农的党更要革命。对，我已经向中央表明，我不去上海的中央情报工作，不去住那些高楼大厦，我要上山跟绿林交朋友，拿起武器发动武装起义。须知枪杆子里面呢，才能出政权。说得好，任志雄，我也做好迎接一切困难的准备了。好，这边请走。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的博阳街139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哦，是第一次。当时我是政治秘书，负责会议的记录工作。那时候。你是党中央的秘书长啊？不是，我是政治秘书。1927年底我才当中央秘书长。哦，那时候你们都很年轻啊。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呢，都是年轻人。
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后来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就是在那次会议啊，决定毛泽东同志啊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香港边界的秋收起义，使我们党从此拿起了枪杆子，走上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事求是地说，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我们对毛主席的感情都很深，这不只是个感情问题。毛主席的功绩啊，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没有什么夸张。李文汉同志想请您为八七会议纪念馆题字。这个字我提，现在提吧。太好了。奶奶，来，准备纸和笔。时间有不少同志来看我，提到现在有一股风叫一切向前看，不是前进的钱哦，而是金钱的钱。我看呐，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哎，是啊，思想战线有精神污染的问题，有软弱涣散的问题。我看要加强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这要成为我们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在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我们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出来应战。要啊，要明确一个纪律，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绝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自认为可以自行其事。这个问题啊，我要专门谈。思想战线问题很敏感，很重要，怎么搞国内外都很关注。是啊，问题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啊就是要坚定不移的坚持党的领导绝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一个啊坚持党的领导就是说啊要不断地改善党的领导，要有计划，要有步骤地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要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很迫切，我准备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专门跟大家好好地谈谈这个问题。您这个想法太重要了，这对我们起草历史决议也是一个重要的纲领。实际上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就自觉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我说过啊，我们的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要使我们这个制度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政治改革。当然，政治体制改革它是个系统化工程，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的目标是从我开始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个问题。这件事要做好了，功德无量。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啊，那是要时间的，恐怕要几十年时间。这个啊，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完成了的。要从制度上去避免我们党啊重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最根本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我们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啊，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民主集中制制度化和法律化，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个啊非常重要。你说吧，小平同志，我认为可以把你刚才提的这些想法作为新宪法的指导精神。这是我们整理的对宪法修改稿讨论的一些意见，请您过目。好，有什么分歧意见没有啊？有人提出这次宪法修改应该在1978年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也有人提出要参照1975年的宪法，争论很大呀。我反对。地方好，你看，面对大海，啊，这个地方啊，空气好，也安静，真适合我们谈事情。来来来，坐坐。小平同志，今天没有下海啊？我跟你说，我来到北戴河只下了一次水，我本来是想当游泳运动员，现在当了看海观光员。成了旱鸭子了，为什么？风稍稍大一点，不行；水温低一点也不行。我抗争了好几次，不管用。你不要怪我嘛，这是全家开会决定的。啊，有情绪了，我去跟妈妈申请一下。哦，倒点杯水给伯伯。哎，权力大得很。你们那个宪法提案呢，我看了，以50年的宪法为基础的修改意见我完全赞同。为什么啊？这个75年和78年的宪法啊，它取消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而恰恰这一条又是宪法的精神所在，所以这次修改宪法我们一定要补上去。同意。还有啊，我要特别强调4点：一个啊，要理直气壮地写4个坚持；二一个啊，写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第三个，写民主集中制；最后一个嘛，就写民主区域自治。好啊，这4点就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特别是4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坚持。这是我们革命斗争中
长期的做出的历史性选择，是我们国家的安定啊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你们修改宪法，也可以参考别个国家的宪法，包括西方的议会的产生啊，还有议院的形成、提案制度。这方面呢，我们已经加强了交流，并且参照各国的宪法的经验。现在西方各国啊，都在关注我们这次修改宪法，从不同渠道啊，都在了解我们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打什么样的旗帜，还要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些政治家呀，开始大做文章，各个国家的媒体啊、报纸啊，都在那里叫，热闹得很。说曹操，曹操就来了。你看，这是外交部送来的一份报告。意大利著名的女记者法拉奇，请求采访你，不知是否准许？法拉奇这个记者是意大利的名记者呀。名气很大，而且这个人采访的时候啊，他让你老下不了台。为什么？他提的问题很尖锐，用词也很泼辣。他曾采访过数十位的政治人物和政府首脑，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被他的提问搞得很尴尬，答也不是，不答也不是。基辛格曾被他问得下不来台哦。他曾两次提出想来中国采访您，外交部本来想直接的回绝，可是意大利总统多次给咱们驻意大利大使打电话，亲自推荐他。您看这事儿，意大利总统来访是九月嘛？对，那就对了。法拉奇这个记者来采访啊，是为他的总统来铺垫的。可以啊，接受他这个挑战，我们接受他的采访，通过他让全世界了解一下中国。Non so se ne ha sentito parlare. Una cosa incredibile che sta cambiando il mondo è successa a Pechino.Due ritratti di Mao Zedong che erano stati appesi nella grande sala del popolo sono stati rimossi. E così anche lo slogan Lunga vita Mao è stato rimosso. Ho sentito. Infatti il governo cinese sta facendo una mossa per sradicare il culto della persona. Inoltre ho sentito che hanno anche ordinato il riciclaggio dei distintivi di Mao. Davvero? Perché pensa che il governo della Cina stia facendo questo?C'è una risposta, e questa è che la Cina si sta smaoizzando. Certamente una risposta migliore la darà Deng Xiaoping stesso. Sì, questo è vero, è vero. Ed è per questo che sono venuta da lei oggi. Le voglio chiedere, è arrivata una risposta dall'ambasciata cinese per la mia richiesta? No, ma ho parlato con l'ambasciatore, dicendogli che è molto favorevole alla Cina e che vorrebbe intervistare Deng Xiaoping.Grazie tante. Grazie, signor Presidente. Io penso che con la sua raccomandazione potrò fare questo viaggio. Ci vorrà più del mio aiuto. Lei ha una certa reputazione nell'ambiente dei media. Sarei riluttante io stesso a concederle un'intervista. Fa domande molto pungenti. Ma non si preoccupi. Gli dia tempo perché decidano. Ma signor Presidente, come faccio a non preoccuparmi?Non sto nella pelle quando penso che potrei andare in Cina, intervistare Deng Xiaoping in persona. Pronto? Va bene. Me lo passi? È l'ambasciatore cinese. Sua Eccellenza, davvero? Molto bene. È stupendo. La ringrazio, apprezzo molto. Bene.Ciao. Buone notizie? Molto positive. Deng ha accettato la sua intervista. Il dipartimento del Ministero degli Esteri le ha mandato un invito ufficiale.
Fantastico! Signor Presidente, nuovamente la ringrazio molto. Senza il suo aiuto non sarebbe stato possibile. E la mia richiesta sarebbe stata rifiutata per la terza volta. Tutto il mondo sta guardando la Cina. Questa intervista è un'esclusiva e molto importante. Lei sta per fare la storia. Tutti i media dell'Occidente guarderanno. È pronta per questo? Signor Presidente, lei mi conosce. Sono pronta da tantissimo tempo. Tu zhe shi jie qi lai de chun tian hua er man guo wu bian de yuan ye wei shen me wo zong shi xiang qi ni zai zhe sheng ming nu fa的季节，走过冬天的人，渴望温暖。是你打开家门，向未来跨越。自由的空气是那样新鲜，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想起你，在这生。